这边有个家乐福的幸福餐盒，原价60块，打7折，42块。它是青鱼口味，400，我看它品名是写，成分是写438克。来看看里面有。2片的香肠，南瓜、高丽菜、胡萝卜丝，还有高丽菜丝，还有切成2半的。青鱼，这样打完折扣42块，真的是很划算。南瓜大概是一片的量。全联的超市打6折，原价45打6折27。